入住新居肯定是人生大喜事啦！容易有 Henry Francis Freddie Mambo 同埋 Sherry 嘅裝修咁大件事啊，肯定係要做得放心，交付有保證啦。容易頻道每個星期至少都會有兩個嘅裝修落地案例分享噶，每一份案例啊都係一份交付嘅信心同埋保證。咁多案例啊都係實實在在睇得到噶，放心交俾容易，喜迎新居入伙啦！湾区生活知多啲，2024超容易，马上咧就嚟紧系11月份啦。11月份咧，中山咧其实有一个展览咧系好出名嘅。呢个展览系咩呢？呢个展览就系菊展啦。咁其实咧睇翻啲过往嘅资料，你知道其实中山嘅菊花展咧，每一年咧都系做得特别之盛大嘅，包括响香港咧都好多朋友系非常之出名，好听过呢个菊展，甚至乎参加过呢个菊花展嘅。咁借住呢個菊花展咧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地方，呢個地方叫做小欖。咁小欖呢一個地方咧，其實喺中山而家，包括好多香港朋友過到嚟咧，存在感可能少啲。每次聽到嘅咧，都係因為菊花展。但其實小欖呢個地方咧，係中山咁多個鎮區嚟講，經濟最強嘅一個鎮區，而且咧呢邊所有嘅配套咧，都係堪比城區嘅配套，無論係佢嘅美食、醫療、交通定係佢嘅環境嘅配套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靚嘅。所以咧，呢個區域係被大家朋友忽視咗嘅。咁亦都好多咧，可能祖籍係小欖嘅香港嘅朋友，呢度咧同你 say 個 hello 啦。咁啊，今期咧，我哋同大家介紹一下小欖。小欖咧，除咗會介紹佢嘅美食、娛樂之外咧，最緊要了解一個地方咧，當然就係從佢嘅樓盤開始啦。因為樓盤咧會有整個區域嘅介紹啦，而且咧你會了解到按呢個區域嘅樓盤周圍嘅環境大概係點樣嘅。所以我哋將會有一系列嘅節目同你介紹翻小欖呢個地方。而第一個咧就係從佢嘅樓盤開始。咁樓盤咧，小欖咧有一個好出名嘅開發商。呢個開發商咧，佢唔係國企，亦都唔係央企，但係佢同時亦都唔係民企喎。其實咧，呢個開發商咧就係屬於小欖鎮嘅獨資嘅一個開發商。咁佢叫做谷城。小欖有欖谷，你可能聽過啦。咁谷城咧就係咁樣由來嘅啦。谷城咧其實佢有好多嘅產業，房地產係其中一個板塊。咁亦都喺本土嚟講咧非常之出名嘅一個開發商嚟嘅。咁谷城咧喺小欖咧總共咧就有4個樓盤。我哋今日咧先同大家去介紹第一個樓盤。呢個樓盤咧就係我哋身後嘅愉景灣。點解先攞佢嚟介紹第一個呢？因為佢隔離咧就係我哋嘅菊花園啦。咁馬上11月份你要嚟參加呢個菊展咧，就喺呢個項目嘅正前方，所以無論係景觀位置都係一流嘅。對於我哋好多香港翻嚟嘅朋友，希望揾到靚景嘅朋友咧，咁呢個樓盤你就萬勿錯過啦。OK， 我哋即刻入去睇睇先。三鄉同埋小欖都係鎮區，但係小欖呢邊咧，其實明顯佢嘅生活氣息或者係佢嘅配套咧係優於其他鎮區好多嘅，包括你係呢個營銷中心，哇！呢個營銷中心係近年來我哋見到比較靚嘅營銷中心，全部都係超大塊嘅石面做底，然後呢個咧就係整個項目嘅位置啦。先同大家去講講佢位於小欖邊個位置先嚇。咁小欖咧分為東區、北區、西區同埋南區咧係工業區為主啦。佢嘅北區咧最主要咧就係呢一個位置，谷城嘅愉景灣。然後你見到咧係三江交匯之處，呢個項目咧有東海水道、容桂水道同埋小欖水道共同交匯，三江交匯嘅景觀咧就匯集喺谷城嘅愉景灣呢個項目嗰度，並且愉景灣前面咧有650畝嘅公園，呢個濕地公園咧，響嚟緊嘅11月份就會變成咗菊花展嘅一個位置，所以既可以睇到公園嘅景觀，亦都可以睇到出面三面環江嘅一個光景，所以非常之舒適。咁項目賣緊啲咩啊？有大有細，最細嘅99，最大嘅199。先嚟同大家講講嗱，景觀最靚嘅位置咧，就係我哋199嘅單位，全部無坯交付。咁呢邊均價大概係12000到。咁啊望翻出嚟咧，就整個好靚嘅我哋嘅三江交匯之處同埋公園啦。咁除開我哋嘅大面積之外咧，佢都有細面積嘅一個單位嘅。細面積咧，而家在售咧就2棟樓，一個係9棟，一個就係11棟。兩棟樓嘅户型咧有所區別嘅。咁首先9棟嘅0102呢兩者咧係朝北向嘅咧，就係我哋嘅118平嘅4房單位啦。咁0304咧朝南向望翻上咧，呢邊咧就95平嘅3房單位嘅。其實由於周圍咧冇乜太多高嘅遮擋，望翻出去只要高少少嘅樓層咧，全部都係景觀非常之開揚嘅。
咁十一棟呢邊咧北向嘅0102咧130平嘅一個單位嚟嘅，03咧係120平嘅單位，04咧係95平嘅一個單位，所以一陣間我哋都會上去逐個户型同大家去做介紹。但係整個小區嘅一個情況，你會見到其實出邊咧都係我哋嘅三江環繞之處，基本上你而家望翻出去咧，整個景觀咧都係開揚嘅。點解係因為三期仲未起，亦即係總共小區咧有16棟樓，1、2、3、4、5咧就係屬於一期嘅望江景單位。咁從6到11咧就係二期，係2026年嘅3月份交樓。咁去到第三期咧，12到16咧仲未有開發，所以你而家上到去陽馬街，你望翻出去咧，其實係望通曬嘅。但係小區嘅園林，包括泳池呢啲咧，全部喺度動工施工緊。我哋通過航拍地圖現場實拍咧，你都會見到嚇。咁第一個呢個係一個鎮區嘅企業，而且咧係鎮區全資控制。並且成為行業嘅標準制定者。我哋上次採訪過嘅吳總，咁其實佢就係呢間公司嘅副總啊，負責人嚟嘅，所以好清楚呢個企業嘅一個運作嘅情況，好穩健啊，完全放心。咁當然咧，小欖呢個片區大家咧係未有嚟過嘅，或者係相對嚟講比較陌生嘅。咁佢交出嚟嘅產品嘅質量又如何呢？我哋事不宜遲，去樣板間睇睇佢。而家我哋嚟到咗130方嘅一個單位，咁130方呢個單位咧，佢呢個位置交付嘅時候係一個結構連板嚟嘅，你可以打埋呢埲牆，咁就令到一個有個超6米闊嘅大廳。然後呢個6米闊嘅大廳咧，出邊望翻出去就係中央泳池景觀，以及遠處嘅江邊嘅江景。咁南北通嘅一個户型，呢邊咧就用廚房改造成一個開放廚啦。咁呢個開放廚咧，其實都係採光面非常之夠。陽台嘅位置推翻出去之後，擴展咗整個陽台嘅空間。130方要有咁樣嘅廚房先係叫做 OK 噶嘛。兩邊預留足夠嘅位置，你呢度做餐邊櫃，然後呢個位置咧，你想做圓台又得。想擺個做個中島延伸翻出嚟咧，其實亦都係非常之舒服。所以三個功能區間咧，都喺呢個大廳嗰度完全展示出嚟。朋友嘅聚餐聚會，你廚藝嘅展示，呢邊咧就可以係朋友之間去傾。偈交流啊！呢度可以有個大嘅影音房去睇電影、睇電視，都非常之舒服。入邊仲有4個房間，我哋入嚟睇睇。呢邊係我哋嘅公共嘅衛生間，並且咧呢個咧有個超大嘅客房啊！最大嘅特點咧就會係跟住落嚟呢2間房啦。呢度咧會係一個雙套間嘅設計，呢邊係我哋嘅大嘅主位嘅套間啊，有一個。步入式嘅衣帽間之餘咧，個空間嚇呢邊咧仲有埋我哋嘅乾濕分離嘅3段，有明窗采光、通風透氣嘅一個洗手間嘅位置。出邊嚟講，你就算做咗個60個衣櫃喺呢邊咧，完全好闊綽冇問題。而且望翻出去咧，係江景同埋園林景觀。後邊嘅呢一個小房間咧，亦都係好受到人哋歡迎嘅喎，因為呢個位置咧，佢係房間雖細，身後呢個位咧帶埋佢嘅洗手間套間，所以呢度130方仲有3個洗手間、2個套間、1個公共嘅衛生間，然後連埋一個咁大咁寬敞嘅客廳。咁呢種咧就係滿足咗小欖人民對豪宅嘅需求啦。唔知你覺得呢個户型係點樣呢？我哋評論區一齊交流下。容易工作室精心制作，隆重推出每日嘅装修小课堂，每日3分钟，装修好轻松。Henry Francis、Mambo、Freddy、Sherry 设计师轮番上阵，从装修流程、材料选择、工艺标准、设备选择、配搭方案，方方面面科普翻装修过程中你嘅各种疑虑。可以在评论区度留低你对装修的疑惑，我哋每日会抽出3分钟嚟回答你的问题。我哋再嚟睇睇佢120方嘅户型，咁11栋咧被誉为而家新晋嘅王牌啦。咁王牌里边最王牌就系呢只户型啦。当然交楼系木坯交付，但系其实你而家睇呢啲装修嚟，系完全将呢间屋嘅优点咧激发翻出嚟嘅。一行到入嚟咧，左手边呢个位置原先系厨房，带埋我哋出边嘅一个生活阳台。完全打通咗之後，你入到嚟呢個空間係會採光度非常之高，由一個一體化4米闊嘅一個空間，配搭埋3米15嘅層高嘅樓板，封埋窗嘅話，你整間屋嘅通透性啊，唔止120方。跟住落翻嚟房間睇睇，裏邊咧仲有4個房間，佢呢埲牆咧係唔打得嘅。咁當然啦，呢個裝修好靚仔，到時你可以自己參考。咁佢呢個位置咧做咗個開放式嘅書房嘅一個位置，對面呢度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公共嘅洗手間，入邊咧就仲
有呢個我哋嘅客房啦，同埋另外一個小朋友嘅房間。呢邊咧全部嘅飄窗位咧都同你打咗佢嘅，就算佢係毛坯膠褲咧都幫你打曬，就唔使自己再去後期再打啦。咁主人房咧係最有特色嘅位置嚟嘅，行到入呢一個轉角位，呢個迂迴感咧有少少落塵區嘅感覺。再翻翻嚟呢邊咧，洗手間咧係冇正對住我哋嘅主人房嘅位置嘅喎。你可以睇到呢個位置光猛闊落，因為它是整個小區的單邊的位置嘅。入到嚟，哇！呢一個裝修參考設計是非常之舒服的，而整個房間嚟講，全部都是南向的一個位置。呢邊望翻出去咧，仲會有光影嘅。所以120方的呢一隻户型咧，係受到大家的追捧嘅。而家我哋喺個位置，如果你再上去到7樓，甚至乎10樓以上，基本上你都要橋過去咧，就會望到個光噶啦。咁120方咧係佢最拳頭嘅產品啊。咁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，你嚟現場感受一下呢一種户型，其實係比較少有，由11000嘅一個毛坯嘅價格，再加埋裝修嘅話咧，應該唔會超過10000，但係係嚟到中山小欖嘅一個最舒適嘅富人區嘅位置，咁值得你嚟現場感受一下嘅。OK， 我哋再睇下一個户型。而家我哋嚟到咗9棟嘅118平嘅户型，咁你行入嚟咧，其實你會覺得係好似130嗰只户型嘅。咁而且呢個廳嘅開間咧，呢度打埋呢間房嚇都有成6米嘅開間，望出去嘅景觀咧都係望翻內園景，遠啲嘅位咧仲可以響望到光景嘅，因為佢處於呢度咧係9棟嘅一個位置，所以前邊就算以後起樓咁，正前方嘅景觀咧都係冇影響嘅，都有光景。咁呢度咧有成3.8米嘅開間，咁你喺呢邊擺圓台或者係呢個方台咧都係冇問題嘅。廚房咧原先交樓嘅時候咧就會細少少，咁呢邊咧係用個生活陽台推翻出去。整改翻呢個位置，如果唔講你聽，佢係118平嘅單位，咁你完全感受唔到嘅，因為佢嘅樓高咧3.15米嘅一個樓高。當然你見到呢個唔係交樓標準嚇，呢個係樣板間嘅裝修，但係好靚仔嚇，大家一齊欣賞一下。一個超大嘅廳之餘咧，入邊仲有3個房間。闊綽嘅走廊位置，公共嘅洗手間呢邊咧，其實咧做咗個好創意嘅兒童房，上下兩層啊，咁都係用我哋嘅櫃體砌出嚟嘅，其實可以參考一下呢個裝修設計。但係同呢個體力，其實整個空間感嘅闊落度啊，呢個係 OK 嘅。咁啊睇咗2個房間啦，呢邊咧主人房咧望翻內園方向嘅一個房間位，入到嚟主人房位置啦，其實呢個走廊咧稍稍就會覺得有啲浪費咗，如果個門口移翻出嚟咧，用埋入邊呢度就更加之正啦。主人房嚟講，行到入嚟完全就係好開揚嘅，因為咧有個270度嘅采光嘅一個位置，呢一面牆全部都係采光嘅一個位，然後留翻嘅我哋主人房咧呢張米8床都仲係好闊綽，剩翻一個60嘅衣櫃嘅一個位置。如果你覺得仲唔夠，喺呢一排位都可以考慮做翻多個衣櫃嘅，因為呢埲牆係打得嘅，毛坯膠褲嘅時候你打咗用。呢個櫃體嚟做間牆嘅話咧，你整個房間嘅空間感會更加闊落啊。OK， 咁啊洗手間咧都係乾濕分離嘅3件套嘅設計啦嚇。咁同大家計條數，咁118平嘅一個單位，總共佢單價大概11000左右，亦即係話130萬左右咧，你就可以買到一個咁樣嘅一個單位啦。咁再加埋30萬左右嘅裝修啦嚇，咁你大概總價去到160萬。咁然後你可以擁有個居住體驗咧，係享受到小欖最靚嘅菊花園，我哋呢個菊展嘅位置啦，然後出邊長達10公里嘅我哋嘅濱江公園同埋濱江出邊嘅一個跑道，然後小欖嘅最安靜最舒適嘅富人區都會響曬呢度附近，所以誠意推薦大家過嚟睇一睇中山園裏，仲有一個更加之舒適嘅位置。OK， 佢仲有一個95方細啲嘅户型，我哋即刻去睇埋佢。而家我哋嚟到95方，其實整個屋苑最細就係呢個户型，所以你可以見得到咧，其實屋苑咧都係按照豪宅嚟打造嘅。最大嘅199方，我哋喺節目最後帶你上去睇睇。咁而家咧呢只95方咧，佢都係出邊仲有個生活嘅陽台嘅位置啦，又建議你做翻咁嘅風窗咧，採光係非常之舒適。呢一個裝修嘅設計，我認為係好好咁解決咗呢種户型嘅通透性嘅問題嘅。你可以見到呢個位置，其實好有特色，有啲似。中島嚇，亦都有啲似我哋個半開放式廚房嘅一個位置，然後連通埋出邊呢個餐台，其實有效咁解決咗我哋呢一種細啲嘅户型咧，呢個餐廳位置
使用空間不夠的情況，而且兩邊都是三米八的一個開間，一直拉回個橫廳。如果你封埋個窗，好像我哋嘅樣板間咁樣整嘅話，整個單位你睇落去亦都係覺得唔止95方嘅，實用面積其實係好高嘅。然後3.15米嘅層高咧，呢啲產品亦都係豪宅嘅標配。咁小懶人嘅豪宅嘅需求係點樣啊？就算佢細嘅單位咧，都係有。你睇翻廚房、廁所，全部都係非常之寬敞同埋闊落嘅。三個房間呢邊咧係陽台佈建嘅房間，所以增強佢嘅實用面積之餘，其實呢啲位咧全部都係即係擺張1.2米嘅牀上下架。呢邊仲有書台嘅一個位置。呢個係另外一個客房啦。啊，呢一個客房咧，其實你發覺佢每個房間嘅裝修風格都唔同。其實呢條片基本上你睇裝修風格咧，可以感受到呢個開發商佢嘅用心程度同埋實力嘅。咁你見到上邊咧有一圈我哋咁樣類型嘅天花，做埋無主燈，其實因為3.15米嘅層高，你就會覺得哇，呢一個好舒適。95方嘅主人房，我哋一齊嚟睇睇。同樣佢都係比較在意咧我哋嘅洗手間嘅一個朝向嘅問題啦，喺向呢個走廊短嘅位置就安排咗洗手間嘅出口嘅位置，就唔會對住我哋嘅主人房呢邊。咁主人房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個採光面都係好舒適嘅喎，一個大嘅玻璃窗，1.8米個牀呢邊咧60尺嘅一個衣櫃係完全冇問題，安排得到嘅。OK， 總結一下啦，其實九棟嚟講咧就95方同埋118方咧，咁呢兩隻户型其實佢嘅單價會平啲，因為面積細。咁如果你想要住大啲咧，就去11棟。11棟咧呢邊係120方同埋108方，其實都係呢個版本嘅放大版，以及130方嘅更加大嘅南北對流嘅一個户型嚟嘅。咁我個人嚟講咧，就覺得9棟嘅118方其實係性價比同埋户型開間整體感覺係最舒適嘅。咁當然啦，有唔同嘅客户有唔同嘅需求，你嚟到現場感受一下先。OK， 咁節目最後咧，我哋上去佢最靚仔嘅，可以望到最出名嘅小欖谷展嘅嗰個公園嗰個位置，就係我哋愉景灣呢個項目嘅頭牌王牌嘅户型199方嘅景觀，如何？即刻去片。呢個係中山最靚仔嘅景觀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咧，只有呢度係三光匯集嘅地方。咁而且咧，正下方咧就係小欖嘅菊花展嘅濕地公園。平時你隨時入去行都得，到年底嘅時候，佢會裝扮成最靚嘅菊展中心。咁所以菊花展響你屋企樓下，咁呢邊望翻出去咧，亦都有咁廣闊嘅光面同埋光景。而家我哋身處呢個單位咧，無坯嘅，係199平。咁睇翻嚟主陽台嘅一個景觀先。主陽台嘅景觀有冇光景啊？有，而且係兩邊光景。因為呢條光咧啱好圍住佢兜咗一圈，你見到呢個咧就係小欖嘅水道。樓下嘅呢一排咧有成10公里長嘅沿江快線，喺度跑步、散步、溜狗，完全係一流 ，OK 冇問題。右手呢邊遠處咧都會見到呢條光景嘅蜿蜒嘅一個位置嚇，所以呢個係真係中山光景 No.1 嘅一個位置嚟㗎啦。包括佢嘅主人房同埋客房咧，其實全部都有曬呢啲靚光景嘅喎。咁單價咧大概就13,000到15,000之間。無坯交付，所以整個項目嚟講咧，其實好適合好多香港朋友過嚟中山呢邊，過嚟小欖呢邊度去了解嘅話咧，揀谷城房產，因為佢喺呢邊咧已經係龍頭大佬，5個項目裏邊4個係佢嘅，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睇曬整個小欖片區嘅樓盤啦。第二個就係小欖嘅風土人情、美食、街區街景，喺呢邊一定會有你唔一樣嘅感受。所以如果你祖籍係小欖甚至古鎮好多嘅朋友，唔能夠錯過嘅就係谷城嘅樓盤，特別景觀靚嘅咧就係愉景灣呢個樓盤啦。事不宜遲，邀約我哋一齊翻嚟現場，帶你去感受一下，既睇美食又睇靚樓又睇靚景，係非常之開心嘅事情嚟嘅。OK， 咁我哋約定你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
每日三分鐘裝修好輕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eddy。 很多客户都會問我嚟，我一間精裝房需要幾耐？咁呢個裝修咧，其實視乎於嗰個工程量而定嘅。今日咧，我同大家簡單咁講講一間精裝房嘅工序嘅需要嘅時間同埋情況。我哋第一步就係清拆。咁清拆工程咧就會係拆除一啲天花啦、護欄啦、有啲間隔啦，大概嘅時間咧就需要一個星期左右。清拆工程完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進行水電工程。咁水電工程咧，一般我哋就會分為水電定位同埋施工。水電定位咧就等大家知道每一個點位係喺邊度，點樣用。咁樣就會比較清晰。跟住落嚟咧，就係水電工程，包括咗開槽啦、穿線啦、布管啦、修復啦呢啲步驟。咁呢個時間咧，大概需要兩個星期左右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係封窗工程。好多精裝客户咧都需要封窗嘅，其實。咁喺我哋水電嘅階段咧，我哋同事已經係度過尺啦，出好封窗方案。咁封窗需要大概要20日，封窗完成咗之後咧，下一步如果係冇泥水即係鋪貼呢一個工序嘅話咧，跟住落嚟咧就係木工，就係我哋所講嘅天花啦。天花咧一般係涉及到天花一啲局部嘅修改，咁呢個工程咧大概係需要2周左右。木工天花完成咗之後咧，跟住落嚟就非常重要嘅一步就係定制櫃體工程。定制櫃體工程咧，我哋會進行一個精細嘅測量，測量咗之後咧，先至會進行嗰個落單生產。落單生產呢個過程咧，就需要25日左右。咁喺定制櫃體呢25日當中咧，我哋嘅工地咧就會進行牆面嘅修復啦、油漆上漆啦，同埋燈具安裝啦呢啲工序嘅。咁喺呢啲工序完成之後咧，就差唔多到咗定制櫃體入場安裝的時間。咁入場安裝咧，大概是一個星期左右。咁定制安裝完成咗之後咧，咁成間屋嘅樣咧已經出咗嚟啦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就會進行設備電器嘅安裝同埋調試。各種電器嘅調試咧，需要大概兩個星期左右就會完成。咁完成咗之後咧，跟住就傢俬嘅進場。傢俬咧由落單到進場咧，涉及到嘅時間會比較長一啲，就係大概會45日或者係30日左右嘅，視乎各個定制傢俬工廠唔一樣而定嘅。咁成個精裝嘅流程咧就係咁樣一環扣一環。至於具體係需要幾長嘅時間咧，就真係要視乎於工程量而定啦。咁我哋公司咧都有一份我哋公司而家執行緊嘅施工流程俾大家參考，希望對大家有用。咁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，拜拜。